面，然后开小火慢慢的烙，给它烙至定型。我们再准备一把小葱，多准备一些，给它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备用。祖传的小碗拿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顺产的母鸡蛋，把鸡蛋在碗上给它磕破，磕破以后打进碗中，然后加入一勺葱花，然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成鸡蛋液。电饼铛里面的饼定型以后，把鸡蛋液给它倒进来，并且我们用刷子把鸡蛋液给它均匀的在饼上面都给它刷到。刷好以后开小火，再接着烙制，把鸡蛋液给它烙至定型以后，我们给它翻一个面，翻过来以后整理一下，然后开小火再接着烙。我们在烙这个饼的时候，中途一定要给它多翻几次面，并且开小火慢慢的烙，一直把饼烙成像我们视频中这样非常柔软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烙好的饼我们给它盛出来放进盘中就可以开吃了，这样一道非常简单的懒人早餐鸡蛋饼就美味继承了。我们这样做的饼看着真的是特别的有食欲，而且我们这样做的饼上面铺满了鸡蛋液，吃起来还特别的有营养，而且这样的饼非常的柔软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呢吃法呢也是多种多样。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炒一个土豆丝，然后把土豆丝给它放进饼的里面，再从一头卷起来，这样吃也是特别的美味。你也可以就着牛奶或者稀饭直接吃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大家喜欢视频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，谢谢大家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